你要带我去哪儿啊？去街头唱歌啊。人多吗？我一个人唱啊。有话筒吗？你先想你想唱什么歌。真的是在这里啊？你们可以吗？可以啊。那小丫头片子也缺场了。我往前飞，飞过一片时间海。还有啊，接唱啊。你问我干嘛？你跟我说话干嘛呀？你的即兴能力真是差了一点啊。我没有，那你找别人唱吧，我没有这个能力。你找跟你有默契的人唱。生气了？对。李莎裂开了。对，这是小凡设计的以牙还牙。